我们先去现场看一下舞台吧。嗯，这个舞台和剧场的舞台太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要把这两个点标出来，到时候直接按秒数走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二次地头是收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5:03、5:04，就是30秒收文字地平，地平和文字一块收。好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多四步以后你就要走原场了，不然来不及。对的。嗯，你看你的这个肩膀都没有被它挡住一点点，看到吗？我们捋一遍哈，就是他在那个梦梦在前头的时候，沙木是下来的，就前面那道沙木是下来的。20分。最后的地面就是跟一开始那个水面。那我们就在他大五段的时候加那个后头的那个金色。这是三角，咚，对，嗯，然后等于说前面那道木，我们到时候看一下起多高。我建议都在舞台上，就他镜头有些地方扫过去，他都能看到这道木。嗯，可以，就这段了。梦梦来，你比如说你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是看见你抬眼睛了，但是有点愣。就他是带着走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状态是，眼睛是活着的，那个看出去必须要大气，必须要大气，再回过来。我送那个感觉，但是它和这个感觉它是有区别的，明白吗？中间小三角拆组的时候，包括你们这组出来到哪个位置是挺静止的，怎么着起来，每个组别之间你要把哪个动作是静的，什么时候一二三哪一拍完往上起，不能全，你看都是松着走的话，就是所有的组别看起来它都是混沌一片。侧旁腰起，它既有那种慵懒的气质，同时气息是连绵不断的。连绵不断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这些细非常细节的环节。还有刚才有一段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定一下，大大大。有的人是在这儿视线，有的人视线在这儿，有的人直接在这儿，这个是非常不齐的。我们都以梦梦的这个视角，好不好？这样好统一。我怎么觉得你跳的时候没有这么低？是吗？嗯。刚刚激动，感觉是走两大步之后的那个位置，不要直接在这儿，明白吗？不要看自己的那个下睫毛的位置，不要在这个位置，两大步出去，在这个位置，好吧？啊，比如说我在这儿吧，我盯住的地面的位置是那个椅子的那个脚，咚咚咚吧，它是在这个位置，好吧？就整个状态，从内下开始走一下试试。千载，我已在画中静待千年。那个静待的感觉，那个静，那个复活啊。对，你就把主要几个位置占了，我们就回应，好不好？今天下午刚刚调过的那个位置，就是走动的那个位置，明白吗？好。然后那个打开，那个满天星。然后三角，然后再满天星。演员们听我讲啊，因为我们占几个主要位置，然后你随时拿地标贴。我这版音乐又剪过一遍哦，就是。你是不是给了最后一版吗？最后一版7:45，给的是这个。他在没有俯拍镜头，稍等，还行。投影和投影接缝的地方，它会有色差比较明显。刚才镜头你都看到。这个光能解决吗？胡博，对。好，去找那个。有一点点，他个人有一点点暗
那默默默默举个手。默默举手。嗯，今天先到这儿吧，太晚了，明天我们再继续喝。我们尽最快的速度，先占位置，把位置定了，然后我们走一遍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演员，听我讲，任何时候，因为是面对镜头，不是舞台，你们的眼睛不要来回来去的去找位置，每遍当最后一遍跳啊。各位工作老师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谢谢我们所有的幕后的老师，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，谢谢大家。